南投县地理环境特殊，山峦叠翠，河川纵横境内，这好山好水交织出媲美瑞士的美景，孕育出专台雄七个好家的农特产品。南投县农特产品种类相当丰富且甘美可口，不管是茶叶、梅子、凤梨、香蕉、甘蔗、山药、稻米与花卉种植、香菇栽培、水鹿养殖，或是以休闲农业结合观光资源，都相当受欢迎。清朝鹿谷乡举人林凤池先生自福建省带回了软枝乌龙，交给了林三显先生在洞顶山栽植繁衍。如今遍植全乡的洞顶乌龙，造就了名闻遐迩的台湾洞顶乌龙茶，至今仍然保留手工制作的风格，品种以清新乌龙茶为主。它的制作过程发酵比较深，水色呈现橙黄色，有明显烘焙之后的明亮感。茶香清香扑鼻，入口生津复活性，落喉甘润，而且有回甘的感觉，更有耐泡、耐储存、香沉、味醇的特色。行经阡陌茶园的鹿谷乡，亲闻茶香四溢的街巷，这就是驰名海内外的洞顶乌龙茶。玉山茶采集天地之精华，终年受高山雨露之滋润。玉山之鹿、神木、桐馥、沙里仙、仁和、东浦、罗纳等村落是它主要的生产地，是南投另一个高山茶的要角。长青茶，红土中长枝芽，茶叶香郁芬芳。金国先生特别命名为松柏长青茶。茶园的面积占了全台的四分之一，产量却居全台之冠。谈判的红茶远近驰名，栽种的大叶种红茶命名为日月潭红茶，甘醇美味远近驰名，也就是国内外闻名的阿萨姆红茶。乡间散落的制茶工厂不胜枚举，更是国内红茶的重要产地。谈判清啜阿萨姆红茶，享受片刻浪漫午茶时光，心旷神怡。
梅子是南投县山坡地重要的农作物，信义、水里与国姓等地多有产梅，其中又以信义乡种梅的面积最大。每年的圣诞节及元旦前后，新义乡内的梅花处处绽放，尤其是丰贵斗赏梅区，粉白淡绿，如雪漫天，漫步幽香梅林，宛如置身仙境。青梅腌制品或酒酿，让人甜蜜在心底。翠梅、 Q 梅、陈年梅、紫苏梅、梅醋以及梅露，或是梅酒系列的产品，都是游客的最爱。浊水米来自民间乡浊水村，当地稻田耕作，汲取浊水溪水灌溉。因为浊水溪流到浊水村的水流湍急无污染，带来的丰富有机物质，再加上位处山区大溪旁，日夜温差大等天然的条件，生产的稻米品质优良，香 Q 可口，广受消费者的喜爱。锦藻米由草屯农会和台中农改场合作生产，历时9年才研发培育出来的良质米，品质口感俱佳。煮成的白米饭洁白细润，入口时有如丝缎般华贵细致的口感。加上锦藻米不易栽植，产量不多，可说是米中的贵族。远处飘来阵阵芳香，恰似幽兰在弥漫，红红的玫瑰绽放着时尚的锋芒。南投气候与环境很适合栽培花卉，百合、兰花、玫瑰等居产量的前三名，埔里、仁爱、信义与鱼池是花卉主要的生产地。其中埔里在先天良好的环境以及花农的努力之下，现今已经是百花争鸣，康乃馨、玫瑰、文心兰、虎头兰等等，在田野之间是争奇斗艳。至于兰花栽植，以鱼池乡的兰花最为有名，各种兰园林立，举凡虎头兰、石斛兰、国兰、文心兰都应有尽有。埔里的茭白笋取用甘甜清澈的泉水灌溉，加上昼夜气候温差大，这使得埔里的茭白笋与众不同，口感特佳，颜色清丽，外形优美，素有美人腿的美称。每年2月到10月来到埔里的游客不可错过茭白笋大餐。您看过满山遍野数百棵群聚壮观的龙眼林吗？盛夏的中寮乡，满山满谷的龙眼林串起了金黄色的龙眼天地。
龙眼成熟于夏季，肉白甘甜，价廉物美。中寮乡是国内龙眼重要的产地，当地所酿造的桂圆酒风味甘醇甜美，品尝过的人皆赞不绝口呢。糯米荔枝果核小，味道甜中带酸，果肉比一般的荔枝还要香 Q。 沿着中潭公路两旁或是吉吉铁道旁的马路，一摊摊斗大的糯米荔枝广告，昭告着又是荔枝盛产的季节到了。除了糯米荔枝，南投草屯等山坡地的黑叶荔枝果肉硕大甜美，也不遑多让。相信爱吃荔枝的杨贵妃应该也都难以割爱吧。南投县凤梨品质优异，而且产量居全台第四位，以民间南投一带为主要的产地，出产的凤梨种类多，品质堪称是全台凤梨之冠。只要品尝了一小片，就让人口齿留香，吃了还想再吃。沿着新中横公路和陈友兰溪河畔的新义乡，一路经丰丘到彼时，展开溪流与山谷交错的农田风光。河床两侧种植了闻名遐迩的巨峰葡萄，成熟的果实散发着黑紫色的诱惑。丰丘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良好的气候与肥沃的冲积土壤，加上精致农业的栽培方式，果农用心照顾而得的葡萄当然品冠全台。丰丘葡萄果粒硕大，色泽紫黑，风味绝佳，口感香 Q， 令人食指打动，一粒接一粒，越吃越顺口。竹子一直是竹山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，无论是供食用的笋子，或是将竹材做成各种加工利用，食衣住行都需要竹子。但随着经济与科技的演变，工资上涨，竹制加工品不再受到青睐。但是竹笋含有丰富的纤维、矿物质与维生素，鲜美爽口，百吃不厌，不含脂肪，是公认的健康食品。竹山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，成功孕育各种竹子。每一种竹子产笋的季节都不同，所以竹山一年四季都有笋。说竹山人都吃竹笋长大的，实在不为过。此外，竹笋的清丽脱俗吸引游客造访，也为南投的观光带来不少人潮。南投县高山纵横，海拔高低差异大，气候从热带到温带都有，高山农业相当发达。桃子与苹果都是代表性的温带水果，其中水蜜桃主要栽种的地区在仁爱乡原住民部落。水蜜桃是高级水果，除了可生食之外，也可以加工制成罐头与果汁，都是相当受人欢迎。仁爱乡一年四季都有种植高丽菜，尤其夏季台湾平地无法生产时，正是高冷地区的盛产期。
山药是一种很好的蔬菜，食补圣品，盛产于冬季，具有助消化、养颜美容与增加免疫功能，很受到大众的欢迎。山药又可以分为白山药和紫山药。白山药削皮过后再滚烫，就可以沾芥酱、酱油来吃。紫山药适合烹煮，花样甚多。削皮之后洗净，放入锅中蒸煮，再加一点点的糖和干果，可以热食也可以凉食，不论是咸或是甜，既美味又健康。南投县的香菇栽植相当普遍，香菇大部分以太空包的方式来栽培，利用这种方式种植香菇，经过装袋、杀菌、接种过后，半年就可以开始长菇。香菇是中式料理最佳佐膳，而且具有高度营养价值，相当受到老饕的欢迎。国姓乡南港村堪称是台湾水鹿的故乡，当地养殖户大多以天然牧草、桑葚叶、牛母茸等植物饲养水鹿，因此长出的鹿茸品质是全台最优。公水鹿在3到5岁之后会长出鹿茸，鹿茸在中医方面具有相当的功效，成了中药商的最爱，也是南港村民最大的经济来源，造就当地台湾水鹿的养殖王国。南投是台湾唯一不临海的县份，好山好水经过大地的严选，孕育出名茶上选洞顶乌龙茶，香 Q 的浊水米，台湾最大玫瑰花、兰花产区，梅的故乡等等农特产品，这是大地送给我们的珍馐，就等您一起来品尝回味。